都几点了，还不收拾收拾准备出门？不去了。有人说不想我去。谁啊？管这么宽。我不想让你去。难道你对我没感觉？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？刘不龙，那你当时怎么假装？我要领。我就是随便出去吧。像体育上了，我得等着呀。小姑娘，人家喜欢你。手术伤了，感谢走了，正常。老总，只要平时不拿那些重的东西，干什么？你有手伤怎么不早点说啊？我是老总，又不是残废。在这等我就好了。我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耶，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。 第一次被小姑娘叫，反正我不是小姑娘。总之谢谢。反复看手机好几遍，就担心被这突然没电。我有少女心的。你没有。你到底有没有感觉？给了你好了怎么还不爱点？我还是要不要听歌？以为自己吃的不是这种东西，还有人吃。说行不行？不行。来张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你在喝一口水吗？管他往外或是往里，别理睬，考虑通话费。你俩白天 solo， 晚上为啥打情骂俏？居然亲得呀！